民警发现嫌犯腰际插着一把枪，立刻大声呵斥，要他下车。包里有枪管，枪管，就这枪管。嫌犯立刻驱车逃逸，但远警仍不放弃，持续搜索，果然在附近发现他的藏身地。一开始，嫌犯矢口否认拥枪自重，但远警搜出火药弹壳，人赃俱获。应该还有一把枪啊，都自己被打了，盖吧，这也是盖，对对，这杠通，哎，弹弹，以前的以前的。你不到场，你先上场哦，先他卸了。对，这里有把马刀，没有。警方压着他来到一旁公庙，找出藏匿的改造手枪。要打铁板吗？他板的。拿着改造手枪对空鸣枪，原来这名嫌犯嚣张炫枪，还自拍影片上网直播，立刻引起警方注意。原警发现影片上传位置在台南，立刻南下抓人，发现嫌犯把枪支藏在附近公庙，不但有两把改造手枪，还有子弹及枪管，火力强大。该嫌表示是向友人网络上的好友交流，那并且炫耀该枪的射击威力。26岁的叶姓嫌犯高调直播开枪，他向警方供称，枪支是花了40000元从网络购买，但他持有火药及枪管，警方不排除他有自行改造枪支，嚣张炫枪还将影片放上网，恐怕不想被逮都很难。记者姚立强、许志成台北报道。